我要先打，我可能只能先打雪山的，这样比较顺路一点。哦，好可怜哦，这猎狗过来。嗯，啥？我前面有小南瓜，好，好好哦！我靠，我这里连菜都没有啊！我要先去，你又不用菜，我要草啊！要菜干嘛？要草需要树枝，需要啊啦啦巴啦巴啦巴啦，菜又不会有树枝，很吵。但是你有菜就表示那附近应该会有草啊，有芦荟。对啊，你看我这里是刚刚连纤维都没有，超靠背的。但我正在找石头，但我这里没石头哎。有石头，这里石头超难找。哎呦，真的进来了，好卡。哇，好远哦！我们有三个点要跑，我们今天可能跑完一个点，差不多可以睡觉了。这一档也要吃。那已经可以接受了，笑死！在东游是天能长，好瘦瘦哦，疯了！好像有人降落在我附近。哦。啊！那里发出纤维，但中间有一只蝎子，我一直都没看到。顺便杀了我！啊，冲啊！哦，我标的点是我不要去的地方。过分了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另外两个点在右边的森林跟右边的雪山上。对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在石头上，我在石头上下不去耶。重点是石头上面有，那你就只能摔下来。我坐梯子。上面有小南瓜。石头上面还有蝎子。哇！你要从哪下去？从不要地方下去。开始要玩生存战。比较近一点，滑一点。有点可怕耶。敢相信，如果我们选的困难的话，我们会设在哪里？这有点过分哎！哎、欸，很刚好，他就点了那个点，我优秀。而且刚好我还换了性子套装，我先摔死。对啊，好烦哦！为啥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呀、yeah. ！等一下，什么？在干嘛？啊？我输边了吗？慢慢降落了。哎，找不到地方降落，耶！滑下来，这里应该可以。摔两下而已啊！哎呀，我好像得去狩猎一下才会有毛皮哦。哎呦，多狗啊！有一股，有一股怪味。弄下来了，好危险的地方。红黑雷呀！嗯，我干多多。刚刚好哎、欸，好棒！好了，做完了，出八只了。要做轨道交换器，我忘记了。这个挖个桶吧。桶我放进去了。等再烧。烧一下。这个大家看一下地图，就是它有标蓝桶的地方，看要不要变成标这里。这是蓝桶，蓝桶。有点丑。为什么有这个点？看这个点。因为它等一下我把这个收掉，它就不见了，它那个点就不见了。上面那个可以进去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先去上面那个点，看它掉多少颗牙，然后再往下面走吧。应该从 I6 那边出去应该蛮快。好、哦，那我收掉了。嗯，这边标，啥没标？先找标，先找标一下。这个最右边有一个。咬我啊！来咬我啊！真大咬了。等一下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！啊笑。怎么来打我啊？然后就有三只往他那边冲，人家那个洞是那个洞啊，这样，对啊，应该是那个啦，看就很奇怪。你射的那两颗吗？嗯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一只出来。小帅，啊，我看到。后退，我要开。看红，看到你了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。哎、欸，他进来了！你叫我卡住了。你说赶紧的，他要进来了。他进来，那只大只的还没看到我，先进来吧。啊啊！看到我，小，你为什么要过来并给我抽？被蜥蜴磨杀。我以为能抽砍到他，看到他。
是砍刀的 ender。 啊，等下有歌。那我在敲骨头 ender 跑来跑来，我怕等下直接冲过来。狗来了，好吃的吧？对，好吃的。现在在跟他们玩，好好玩的。真的乐在其中。那就喜欢玩。现在就是刚刚不受控制。听起来好像很母汤。都放水。冰箱好了，去看一下。知道。那你那边有一头狼。他准备要吃晚餐了。他来吃晚，就是吃别的狼。对对。还有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好了。对。好。哎呦！喂，他先掉小只的，爬回去。喂，他来了。谁打？谁打？谁打？他死掉。谢谢。那就围着绕着围墙跑。不是在等的那个法内，他跑回去了，要躲啊！那就回血，要躲啊！要死！不要，不要回血！对，还要叫小要掉兵的。被拆了，被拆了！因为大家都停了，停了，赶快杀，赶快杀，赶快杀！死了，死了！对呀，我要监测爆了！啊，要回去做啊！我们还有一个也快爆了，你这有个牙齿哎、欸！可以啊，打两只就够了。还有他牙齿、我被狗围哦。不行，多好多。啊，多着来，一次冲上来五只狗，太重走路好慢，在这边吧。现在我在哪？我还没走到。走上。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还没走到。哎，不错。那我现在有点看不到路，等一下下哦，再找一下。风在哪？风边杀了我。该不会洞没开吧？嗯。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太可能吧？上次不是就走这里出去了吗？对了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要先等一下下次暴走。到了，破土了，他这个、这个位置，到我这个位置来，就是人看好像石头挡住了，他其实有路。
从手臂中送去呢？上面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不是擦肩而过吗？对对对，我跟你没有啊。等一下哦，那我走回去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这前面就没有。对啊，我昨天也是这样子。跳水，过土，跳水。那看起来洞明就没开。等一下，你们先不要急着走进去，等一下我找到什么，我也迷路了。哎，进来，进来。那我就找不到地方，我要先找地方找斜坡上去哦。刚才没有走斜坡上去，你那边刚刚那边旁边就可以上去了，对吧？我刚刚那边上不去啊。好，你在走错边了。你要绕上来啊！之前打沙虫不就是从错边的？啊！再往回走。你不是有标点吗？那你自己标的点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在哭。我在找那个石头，我在找石头可以堵的石头。哎，那附近有一个洞窟。算了啦，快过了，姐还够了。我刚刚，远远的就有看到洞，然后等我走过来，发现找不到洞在哪，真的是有靠背。对啊，但还有 bug， 过多久还有 bug？看不到路，反正只要直直往前冲，应该就对了吧？跟着你们走，反正左边的。它路好像是通的，哎，路线是通的，一点往下，这里通到水，但是这里好像没有路，吗？这个是打沙虫的，主副正减38。下去咯，到咯，现在又开始了。蚂蚁白女工郑义哲老板随身带着20-30个草板。对，我们就看他的表演就好了。其实觉得这机会蛮大的。狗死了，你死了，他召唤了，狗死，我狗死，变狗死，狗血，你看到现在在翻，真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可以去水里打击，好像可以哦，看有没有效，但他就游回去比较慢，应该是吧。他往回跑了，他卡住了，卡 bug， 好像不错，好笑。他瞬移了，靠！他瞬移回去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他回满血了。啊，不赢就瞬移。那等一下，又来了。还没，我都还没，哎他妈，认真要自己打了。靠背啊，那打着打着打到我法力脑子。靠背，你不打我哥怎样？啥意思啊？你小心后面有一只。巨蜥啊！真的太远了，我打到他跑回去了。哪里啊？完全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我会死。这草也太远了吧、啊？真的死掉了，难怪他跑回去了。他会叠那个，他叠流血吧。打头打头
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后面还完成嘞、欸。要吸我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救一下。走光。很难跑，都快干嘛？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在收瓜，他在收瓜我的战利品。好了，请把那个拿出来。要交换钱呢？没错，这我根本就不需要嘛，丢掉啊，这个烂牙齿。呀、yeah. ，掉酒的掉酒，掉装备的掉装备。哈哈。不然人的伤就已经死。对啊，我死给你看。人的必须死。独自被咬。我独自被咬。哎、欸，一大群狼追求哎、欸。我只有一个屁股啊，没办法给这么多只咬。你还有手跟。你是要我分尸吗？嘴巴不好吧？五马五狼分尸，区区五根，好吃。什么五根啊？区区五只，听起来很怪怪的。区区，崩溃到给我那个，然后出来了，那是你的电扇，不是我。